兄弟们，上路了，来，战斗，放。嘿，听我讲啊，我给你们介绍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？老司机的 ，Panther Pack。我当然我知道，那当然我们是来找熊猫的，你明白吗？说这个吗？熊猫。Hello Panda。你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，你就一个人在这里。你就一直在自己在等。哇！嗨！嗨！提后五秒之内做。肯定是 A 啊！你们想清楚，想清楚，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你看你现在说的超有道理，你等会儿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揭晓答案吗？正确答案是 B， 不折不扣的近视眼。你看你在看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是没有他，他刚一直以来都，啊、他一直以来都在这里的。我在他公布之前就过去了。这样的。哎，你看艾斯，你在干嘛？哇，我好期待！这怎么模仿啊？这个好期待，长青，为你准备的。不是，这个是怎么弄的？这个是，你看这么可爱的这样躺着，然后呢？就看镜头，时间大概40秒啊呀啊！哦，他这腿蛮劈的，他是劈的，你再开一点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他一起，来吧，我一定不会再错一道题了。下一题，我要理智一点。虽然我很爱，看他写公布，然后他说，我一直有这个反应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转过去，我站在边缘。答案是 B， 散发清香。哇，什么？趴下！不是，能不能趴下？你知道为什么他吃竹子？对啊，竹子肯定香啊，他又不吃肉。纤维素，另一方面，大熊猫的肠道短。哎，这能播吗？来吧，能看吗？不是，太期待了。对。我很期待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，很期待。就是比较稀少，对不对？他能问这种问题，肯定就是更你什么不可思议的一个。真的吗？你确定是这个？你说是不是？重放一下刚才，停，请你们重放一下刚才 Jason 从这里很有自信走过去那个样子，就是团团圆圆。我知道功夫熊猫，他就是双胞胎。哎呀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来吧，辛苦。A 牙齿 ，B 掌纹。我觉得是牙齿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你以前恐龙那些骨头出来什么牙齿，你是通过那个去。化验他们是几千年前的，而且很多的动物都是用牙齿在看，对，大象也是啊。团全部回答错误。哇，野生超模，哇，老师，还在拍、啊，拍纪录片了，拍 MV 啊！够了！你的面前有一个我们的熊猫大礼包，大家可以打开。哇，大礼包！哇，这个 ，Come on here， 3、2、1 ，Go！ 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我们可以拿回家吗？刚才 Ice 不是说不是来打功夫的吗？你会吗？会啊。哇，真的吗？他们荣幸啊，真的特别荣幸。老师有看过你的很多视频，非常期待，非常期待。哇，厉害啊，经理，厉害！哦，非常响。
甜甜老师这一套是我非常有兴趣学的啊，我也比较感兴趣。你要不要跟老师切磋一下？这节目什么时候变成这么随便？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吧，来吧，好来，黑白黑白配，黑白黑白配，黑白黑白，黑白配。哦哦，我跟长青啊，知道吗？我刚才一直在沉默，因为我很厉害啊，是啊。来来来。我们也会。哎，我觉得在我们的巡演里面可以有一趴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对。Pull up, pull up, pull up, pull up, 成都啊 ，pull up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因为我很厉害。你干嘛？你跑什么跑了？我在后面包围他们啊！哎，你怎么停下了？我在观察。啊，只剩我跟C了。是。对。来来来，这怎么这么累呀、啊？来，换只脚。可以换脚吗？换脚换，可以换。哎，一累马上换。累，是不是累了？来，换只脚，马上换，是不是累了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平局，打平了。哇啊！啊啊！哎，你在笑什么？我要翻跟斗吗，张大伟？要。好了，甜甜，我们选第三个，去吧。你想选哪一个？哦，那行，我们现在就分组完成了。甜心派对，甜心派对，甜心派对。我们是乘一、乘二、乘三，乘三组。叉掌。嗯？叉掌。对。二排手。这个为什么是奥特曼？啊，是这样。自己纠正动作。啊，这样。这样子。二排手。Right。然后马步格挡。马步格挡。对。弓步冲拳。弓步冲拳。对。好。对，弓步双峰贯。马步格挡。马步格挡。摊腿。先不压掌。哈。全力以赴，甜甜老师，他是我们的。你当你起来了吗？不会。你们不能掉队，这才叫一个团体。所以现在看的是大家的团队精神。好。来吧，我跟 Cici 你就好了，来。好，你喊口号。精气神啊，来吧。好。Panda Pack, let's go. 全力预备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踢，往下下去。对，重新来。对。看鞋子呀，真要，我这个鞋子有点大。哎，你就这样，你就一点点就好。OK。来，来，三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六，踢下去 ，Go， 踢。哇，然后贴耳朵，上马步，然后回来擦，然后进。OK。第一，排名第一的有优先选择今天晚上住的地方的权利。哇。
哇，这么哇。哇感谢。哪里有问题？后面腿不直。对啦，这弓马步是我们武术的基础，所以在基本功上看来呢，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有一个是帐篷啊，有一个帐篷是不是？好，我就无完了，这是帐篷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说我绝不会选择这个。恭喜 Jackson 获得了无拘无束。长青冷静一下，长青冷静一下。哎，视频端我好像很稳。在那儿，你们的住宿已经选完了，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已经结束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武术之旅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感谢老师们，谢谢老师，感谢。来，李振站好。哇，这次真的是我的，我跟你换了就好了。那换什么换？换来吧，拿着吧，无拘无束，我去无拘无束了，我去爽了，我要去爽了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今天像充电一样的一个感觉，通过今天又想学起翻跟斗了。熊猫书包，Let's go!